大家所记住。18年的这个公开赛成绩其实也非常不错，拿到了这个白金赛事的亚军，而且呢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今天的比赛。但两面反敲。漂亮。和赛琳薇加上刚刚晋级的牛冠凯，是比赛。那么一开始先从外，两个人在比拼，比什么？比精气神，比精气神。对，这场比赛明显感觉一上来两个人的这个气势都是非常不错的胜于7-4，刘丁硕领先。漂亮，这次比赛好像确实是因为有点伤病，两人形成对拉。都是发着半出台。9-6。哦，好球。来连续。两个人又是正手形成对拉，哇，那不挑战之后比赛继续啊，3-3。侧身转进攻，草原防守，草位，还是上台再压，哇，转正手反拉，漂亮。灰白草位上手。先上手的那一个，哦，漂亮。
两个人形成对拉，漂亮，依然在这个跳一跳，在调动自己，非常好的习惯。哇，好球，漂亮，漂亮。比较慢的球，它叫拧拉，拧冲呢就是速度快，只是以上台为主，但是我也要抢先上手的这种球叫拧拉，所以跟广大球迷朋友而定。所以这个如果说机会不是很好，你拧冲会造成失误。直接挑打，漂亮。直接开长球，两个人进入到相持，防一板再往前赢。转不转啊？看看他的第二个发球。还是发正手短的反手拧冲，漂亮，往前上，打开局面，正手解决问题。那何况你的正手的这个杀伤力不足，这是曹薇未来需要。反拉，曹薇，哇塞！发球抢攻，这样刘丁硕拿到赛点。确实，刘丁硕的这个实力能力，高一筹啊。对。而且这个还是体现在今天比赛的各个环节上。快劈底线反拉。这样4-0，刘丁硕战胜曹薇，也获得了一个正赛的席位。那么曹薇呢，将和任浩稍后角逐最后一个正赛的席位。好了，本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看。